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啊。我的频道是讲述一些网络赚钱与视频制作的一些方法啊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，欢迎点击订阅，然后打开小铃铛，那么你就不会错过我发布的任何视频了。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转网赚的一个平台啊，它是一个问卷调查。其实我以前也给大家介绍过问卷调查啊，我一般是不愿意推荐问卷调查的，因为问卷调查它的赚钱比较少。但是今天我发现了这个问卷调查它的赚钱还是比较可以的，所以今天就给大家做一期。最近也是比较忙，所以做的这种给大家推荐这种赚钱的方式比较少一点，但是那也没办法哦，我一有空的时候就会给大家推荐一些这种网上的赚钱的网站。那么今天这个赚钱的网站，它是应该是一个香港的一个平台啊，它上面的字体都是繁体字，但是对于大陆的朋友也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，因为它没有英文，做起来还是相对比较容易的。对于繁体字来说，大部分人我们是认识的，就算不认识也能猜出来那个意思，因为我们以前也是用繁体字的嘛。这个网站一开始赚钱，你说它这个上面介绍了每个月最多可以赚2500港币啊，这其实对于一个业余工作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收入了。这里主要是分5步，然后自己注册一下男女，然后出生年月就开始赚钱了。这个资料它是完全保密的，是一个交易的一个平台，注册起来也非常容易。我在前面的网站平台一直没有提这个注册 PayPal，其实所有的网站平台其实都需要 PayPal 的，因为它是个跨国际的东西，所以而且你赚的有可能是港币、美元或者其他的金额，或者是欧元，所以必须要通过 PayPal 转换，然后自己再通过绑定银行卡提取的。注册 PayPal 的话也非常简单，就是在 PayPal 的官方网站，中国大陆就可以，然后在百度里面搜 PayPal，然后就官方网站通过一个邮箱注册就可以了，然后绑定。今天这个网站项目其实是非常简单的，然后第一个要求你免费注册这个网站，第二个也要有 PayPal，然后就可以填问卷调查，开始赚钱了。每份10到20元港币，这个的话，这个收入还是非常可观的。我一直希望通过我自己给大家介绍一张网站，把大家就是能希望大家赚到一点钱，像我一样赚到一点小钱。虽然我现在讲述这个东西还没有赚到钱，但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。只要有空我就给大家更新。毕竟我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，也不能全部的精力放在这个时间上，所以最近的更新有点慢，还需要大家原谅一下。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如果大家有什么这个疑问的话，随时可以放在这个留言区留言，然后我给大家回答。谢谢大家，今天的那个介绍就到此为止。